白同学要收录一个那个避震器换弹簧的那个影片，来开始。他就是要换那个短弹簧。啊，你做你的，你卖吵我。啊，你当讲话无要紧啊，伊这只算高度先调下对啊。啊，然后再甲高咧，拿手铐高咧。哦，伊用这，伊讲这特工后边啊真巧呢。白龙学校运镜的非常好，好，啊吹咧嘛，熟咧之后，因为那个，迄个啥管顶的顶轴你若无甲戴，伊会跳出去啊。啊，迄算一竿一竿直接钓的。哦，哎，佫瘦嘞，真巧呢。保险啊。哎。你看这么呢，吊这样呢，到底不也是安那转？它应该是打打跌跌跌，它应该旋转下去。这个我还没有看过。来哦。哦，上座就是要这个拆开。这个要换那个短弹簧，来，就是要换这一条上去，哦，这个感觉好，来，塞，我先给你准备好势，好，继续啦。你怎么安尼教？哦，我安尼教，他慢慢让他阳痿上去就对了嘛。你这聪明的嘞，你这不过怎么这叫叫做弹出来，这危险的哦，我会惊，你敢会惊？我要靠边，我会惊。我上座就起来了，应该等一下要慢慢让它，又让它伸长。啊，你怎么你转的时候爱倒倒扳轨嘛？哦，倒倒退掉。哦，安尼，啊，过来就刹起来嘛。哎，我发现这机器也足巧的。哎，体有搞过嘛？是会断吼。哦，你看它就又变长了。好。好，来。哦，来，我先给它比一下高度的。哦，你看，它就是要降车身，刚好跟你到减两载了。哎，好。馒头。哦，哦，迄个叫包皮，包皮叫脱离嘛。他们喜欢检查看老油啊，应该还好啦。哎，你你，哎呦哎呦哎呦！哈哈哈哈哈。嗯，啊，你怎么个旋转？这是用意是安怎？哦，伊伸完底搞伫遐对嘛？我会记得那无高阿悬呢，哎呀，我哦，伊这样较冻掉，无迄个馒头的走，伊防尘效果就无好啊。有一个盾啊，哎，好，哎，就爱缩伫遐。啊，这下骹咧对，这弹簧这个要对这边，对，嘿，甲对好。哦，这些收藏，啊，这个一般专业店家他们都知道，只是说白同学刚好来，啊，我就是他让我车拍，啊，分享给同学。啊，这挂这边嘛有嘛？哎，这里这皮啊破的嘛，有人来换的哦。啊，这个是146 BMW 146的四缸的。入嘞。这较早都是人诶十大酷刑咧用诶一挂刑具诶，但我感觉要倒落，敢若较歹倒吼，敢未？对啊，嘛是该倒诶，啊，落去受过来。头先迄个要倒较歹倒，这中间我先夹者。哦，算稍微轻轻先落就对啊。哦，先轻轻压，管定出来这么子，啊这要先夹嘞嘛，
然后上座。来，我看这边上座先生啦，啊，这顶座忙都换了呢。啊，别练骨啊。对吧？好。所以，我实在是顶下拢有套了，对啊。伊这种的，这算啥卖花城了，是吧？伊的碗也对，顶下这碗是对等的。哎，也对等。就慢慢降下去，因为锁住了嘛，安尼就好啊。哎，说我们是甲对号进攻的，对啊，小地一下尔嘛。哎呀，对号伊老师也在受的。哦，哎，真好耍呢。好，然后就把它解开，这样就完工了。真巧。OK。OK 啦，好，谢谢。啊，这边的这节歌想要希望看一下，大概就是。这就像以前在刷屏刷屏机啊，然后这样摇摇摇，然后就会打开啦。装避震器，我们大概就顺便哦。啊，一般在拍摄哦，师傅他们战斗力都会减少是正常的，所以有的人会跟他讲，哎，有些东西在装会感觉。SOP 比较乱，那个不是，就是在拍摄影片，在被拍摄人会有一种尴尬的感觉，师傅有哦，有尴尬哦，有哦，有压力，有压力哦。哎呀，你着道理的，我着大概收入者，因为互人想要知影什么车种啊。然后，我感觉这台斯柯达伊挂真好呢，车卡什么拢无漏油啊，真的不简单呢。嗯，好。我咧拆这油管才真烦哦，伊讲这车车卡是拢整理过，连咧你遐车拢新诶。系啊。好，那大致上就收入好，然后安装好之后就长成这样。这是另外一个插曲呀，哦，短弹簧真好，就是安尼，迄个感觉。贝斯登黑铜哦，真正袂歹用，我迄台车嘛是安尼啊，哦。这个就是 BMW 146更换短弹簧的一个非常简单的过程，分享给同学。然后后面的弹簧在这边啊，因为后面的弹簧在拍，它就不用拆了，因为它后面的话，它的筒身哦，它是分开的哦，跟这个避震器，哎，弹簧啊，所以这个部分就是一般来讲，这边绕掉，然后这个下压之后。这个把它直上干进去，这样就好了。哦，刚好有看到这个东西，拍起来就很珍贵，加赞。感谢我们这个宏伟轮胎的老板，我帮同学拍摄，足甘心的。